回到一个球权的差距，白上突然间的变向，回去找班霸三分外线投射进。班霸在八强阶段的第八记三分球非常强，所以你被干扰到，你这个球还不见得会进球。嗯，就是个 pick and pop 的打法。班霸再投进了三分球，在预赛7.7分，在这个阶段场均5分。班霸三分外线投射再来一记，哇哦，不得了！上半场球队也需要他有这样的表现。哇哦，这个球陈柏宏竟然这么快速就看到班霸的机会了。对，陈柏宏给球的技巧。柏宏切到禁区，哎呦，这个球有点危险。班霸救回来2分有。班霸现在他的这个手控，现在头脑都非常清楚哦，每一球都是关键的。好，球最后再回到班霸的手上，让他轻松放进。这是阵地战的 basket， 哇哦，跳得非常高，班霸。对，陈柏不到2分钟的比赛，中轴领先1分。白萨换手一球切到禁区插板，活动篮板又一个。哦，这个球没有接好，还好，白萨赶快跑出来，再给班霸，这2分他收下。